你看看你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你说你以前只亲爸爸一个人的嘞。老爸，我已经长大，你不要再管我了，好不好？你还没长大，你们现在到积累了，跟我说。老爸，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啦？有没有亲嘴？亲嘴有没有？没有啦，还没有啦。教你们啊，我是不是有说过交女朋友出社会再交？可是我好不容易才交到。闭嘴！原本可以考个20分，现在考15分。退步5分，反正都不及格一样烂啊！还顶嘴，我这个小气，不要，太犀利耶！讲过几百次，妈妈煮菜的时候要来帮忙端，每次吼我这样子忙进忙出啦吼，啊都喂你就够了啦，煮完饭啊碗也不帮忙洗，现在吼买这个小锅子给你，啊你煮后刚好啦。我真的是为了你做了多少次呢？你知不知道？还有水果吗？有妈妈去贴。每次回家的时候，那个衣服都臭摸摸。每次来哦，老师都说拜托少爷多带一件衣服去学校好不好？你弄葡萄。好，妈妈去买。啊、不是啊，我每次哦。你不要跑！你要倒当跑啊！还顶嘴你！爸爸，我想养一只狗。不行啊！你都养我了，为什么不养狗？你也知道都养你了，就是因为养你，所以不能再养其他小动物了。多一只就没差。狗狗要饲料，要看医生，你知哈？我不管，我要养狗。不行。吉娃娃。不行。我要吉娃娃。不行。我不管了啦！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我就想要去养吉娃娃，我不管，我去跟爸爸讲。爸，不行。只有一只哦，我今天在那个菜市场刚看阿春呢，我阿春有我来，他就说怎么太饱，妈妈为了这个鸡腿跟人家吵架呢。我同学都笑我胖，哪里胖？你这狗嘴呢？哪里胖？不吃哦。国文22分，历史54分，考这么烂，你是去当小太妹是不是？啊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只考22分？不是跟我说都有去补习吗？你有去补习吗？有没有补习？没去。今天要气死了，明白？泽湾宝贝起来了，上课要迟到了，起床！起来了，快点！进来啊！手来，迟到1小时了啦！哎呀，妈妈帮你拿早餐，你赶快醒来哦！好 ，OK， 好。有人偷亲我，谁都不想起来，你我可吃不下去。讲什么话？他讲的超正的，好不好？我怕我来不上镜哎。真的吗？妈，你要看啊，你要看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不可能。好了，吃饭就吃饭，聊什么天？嘴巴闭上。莫名其妙。你嫁给他，不嫁给我啊？不气了，不气了。有了他，没有我，是不是？不气了，不气了。脚。头，哦，去哪里？夜店。不准去！夜店的男生都会贴你呢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不知道吗？卸妆洗澡去睡觉。我跟你说哦，妈妈就在门口等哦，你敢跟我出去试试看？吃垃圾食物好不好？你等一下这边吃一吃，又不给我吃晚餐。不会啊，晚餐我也吃啊。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这个垃圾食物不健康，就是不要吃啦。不会，这很健康啊。这哪里健康？谁有炸？哎呦，我真的是给你气死呢！整天知道最新，都不读书，这边看看看看看，老师都跟我说你都考不及格呢。你看你长成怎么样？矮冬瓜，去学校都去给人家排那个第一个。不要看了，收起来。看看你，成绩这么差哎、欸。老师就说我很笨啊。老师说你笨哦，你要想一下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呀、啊？你老爸当初在考这些试的时候也没考这么差啊。怎么笨啊你啊，哎呦，真的是哦。妈，
同学他们最近都有那个溜冰鞋，我也想要有个溜冰鞋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溜冰是运动哎。溜冰鞋很贵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爸爸赚钱很辛苦，不可以啊。可是人家都有啊。人家有你就要有吗？你也不想想看我们的家境怎么样？你啊跟你弟弟两个，一个这么会吃啊，你虽然说什么都不吃，但你的饭也都他在吃，我们家买不起啦。老师，嗯，哎呦喂呀。我看你呀、啊，多久没出门了、啊？一个多礼拜。一个多礼拜，你讲得出来，我都听不下去呀、啊！妈咪呀、啊，你看看你儿子啊，我看你这想的样子，可不是危险。干嘛没招出门啊？整天爱漂亮，绑头发，这边弄头发。妈妈宁愿你多看一点书呢，还是你给我交男朋友？没有啊，妈，必当必栽，绑这个丸子头上给谁看哈、啊？头发放下来，漂漂亮亮的，弄什么头发啊？啊，这样可以吗，妈？走了啦，你要赶快去给故障看一下了啦。不要，我在家啦。哦，妈妈你过来看他一下啦。怎么样、哦、怎么样，看你儿子生成什么样子。走了走了，快点，我们要去看故障了。快点啦。不要看故障干嘛，人家在等我们了啦。不要，我要睡觉。走了啦。不要啦，我不要去。快点啦，我真的是、哦走了不行，你这样子你很乖耶，你为什么每次都不听话？我在家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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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起来一下。干嘛？你起来一下。干嘛呢？起来一下。我前天牛奶是不是你喝的？对。红茶是不是你喝的？是。今天奶茶是不是你喝的？不想怎样？我想怎样？超无赖嘞！爽啊！给我钱！我没钱。给钱呐！你不是妈妈要？好了，不要，怎么跟妈妈要啊？真的无赖哎！哎，你仗着自己大只哦啊！做什么事都不负责任的，你这交不到女朋友啊！不要跟妈妈讲，不要跟妈妈讲，说你就是个王八蛋，洗脸草的老师！哎呦，他耍嘞，他自摔的。啊，是发生什么事？你们不要吵成这样嘛！口渴啊，我想喝啊！好了，有什么好吵的？一个家人要这样计较成这样子，一个饮料，一个饼干，有什么好计较的？是怎样把我当空气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拔钱拔，它是有前中后不同的场景。嗨，干嘛？不要说我在这。他是谁？哦，他是我爸。你爸？你爸那么年轻，体格蛮好的。米克 ，Where are you？ 哎，你好。困下啦？不是啦，在那里啦。哪里？那边。哦，那边啦。米克。那这个又是？ Hello。 这我哥。你哥？嗯。哎、欸，你很讨厌呢，为什么要说我在那？真是被你害死了。妈。阿仁呢？妈，不要打我啊！你爸，你哥。儿子，听说你最近交女朋友了。哎呦，不错嘞。哎、欸，爸爸看一下，爸爸看一下。哦。好漂亮哎！怎么样？你到哪？你到哪了？可不可以说？怎么不好说？你哥送给爸爸听，有没有你的黑龙教训他？哇！到此，赶紧带回来给爸爸看一下。好，不要跟妈妈说。啊，不要跟妈妈说。你怎么可以交男朋友？我不能接受你交男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说你长大要嫁给爸爸了吗？你说话不算话啊！交男朋友，他怎么亲过你？但我见过你，你跟我说有啦，脸颊，脸颊而已。妈，好饿哦，你有没有煮？你饿哦，那你叫外送啊。哦，好啦。记得帮我叫一份。想要好不好？家里已经要变动物园了，你都只负责摸，都不会养，都我在带去散步，都我在剪毛。你那么喜欢动物，你去动物园里面摸一摸就好啦。他妈妈养的时候，你不是也说很可爱，很喜欢？你如果这么喜欢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就把我存在这。不跟你讲，不跟你讲，你不会懂。不准养，要你管了。很
主要是来沟通一下，其实爸爸我们不要打小孩，我们还是用言语上的沟通。那因为孩子刚好在叛逆期，但是呢我希望你不要动手，因为邻居呢也都跟我反映说看你把孩子打到淤青了，那其实再进下一步的话其实不好看，那我也会再跟邻居讲一下。是是是是，黑龙可以吗？说明天家长日，八点要到学校。啊，不用装了啦，起来啦！每次都这样，爸爸。嘿，女儿。爸，我跟你说，明天家长日八点。你也在装睡？啊妈，家里很乱了啦。怎样？看不惯哦？看不惯你收啊。哼，乖儿子，等一下再帮妈拿一个可乐哦，要冰的哦。好棒哦，有儿子就是棒。女儿，等一下啦，等妈咪下啦。妈，我要去夜店啦，你要干嘛？我要去夜店啦，干嘛？你不要去啦。我为什么不能去？很丢脸，谁跟妈妈去夜店啦？你妈什么时候让你丢脸过了？但是我很会跳啊，我也会跳啊。我们看你不要在夜店跳这个，不要跟我讨论这么多好不好？好，你是我姐哦，你是我姐，走啦。烦死了，跟我在写窗户。是我的老公，老公，你不是妈粉吗？那才是我老公吧，我女友粉哎、欸，你跟你妈粉呐、啊、，Jimmy 是你爸哎、欸，我是女友粉，你不要乱搞，他才是我的。你不要跟你妈抢 ，Jimmy 只能属于我的。你干嘛跟我抢？你好好当个妈，不要跟我耍手机啊！爸，今天我同学带溜冰鞋来学校，我也想要。你说什么？同学有溜冰鞋，你也想要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就是想说分享。同学是谁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买的一定要比他更好的、更高级的、更奇花的。我们女儿怎么可以输？什么牌子的？快啊，快啊，走啊，不能落后啊！凭什么说你笨哈？凭什么说我们小孩笨哈？你说笨，这小孩可以有自信到哪里去？你说嘛，你老师怎么当的哈？他可能在行的不在这里耶，你就说人家笨，你用一件事情的不好就定义他为笨，对，你老师怎么当的啊？怎么当的？我当时。这个意思什么不是这个意思？你是讲笨了吗？儿子啊，那个清明节我们要去跟那个亲戚吃饭啊。那我跟他原本就不熟，什么你也不想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这样怎么办？不然跟爸爸讲我们不要去好了。爸爸干嘛干嘛干嘛？那个清明节我们可不要去跟那个亲戚吃饭啊。我也不想去啊，我的天哪、啊、不然掰个理由说全家生病好了。好，干嘛？我就很正常啊，干嘛？对啊，这里是客厅哎、欸。不是啊，哎、啊，这个我们是夫妻啊，夫妻这个行为是非常合理的吧？对啊。不是我这样怎么看电视？啊，你看你的嘛，我们恩爱是我们的事啊，你真的是哦。你可以到房间去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约好攻占的地点。你来了，快点。你这样怎么看？哎呀，看电视。我就得，我就得。奇怪了，以前都赢得了，为什么现在赢不了呢？好不好？长大了，长大了，你不是才国中吗？国中就长大啦、啊。开会，家庭会议。来来，咸猪脚不要，咸猪脚要要要。好好好，鱿鱼，鱿鱼要，鱿鱼要，白叶。女儿，你看你妈我新的手机 iPhone 14 Pro， 我有你没有？妈，我也要。你妈我没有钱。我早上7点起床，每天会花2个小时阅读自我进修，一周健身3次以上，睡前会进行1个小时的瑜伽，再听英文广播增进睡眠。听英文广播，妈你听一下有够扯的。啊，不是我爸啦，对他比较爱开玩笑，我们家庭的氛围都比较好。哎、欸，讲话都不打草稿嘞、欸，你不觉得很夸张、我每月跟会买都买3本英文。妈，你不要再整了，已经长得很奇怪了。这小孩子好好好，宁可老得很自然，也不要美得很奇怪。妈，你在弄这些之前已经长得很奇怪了，你弄完这些还得了？
死小孩，这么可怜，要看啦、啊！他都在看呢、啊、啦。不要看这个啦！啊，那么无聊，那么无聊。啊，有啦，现在就不要有了啦。卡通，你要转卡通。卡通谁会看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目前妻子是兄弟姐妹是有关财产继承是完成制作是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最新的连线报道，我们将画面还给棚内的主播，谢谢。刚刚听到左手边有人说没质感吗？谁？没有啦，螺丝钢只是稍微你才没质感，难怪整个 IG 都没质感。